目标是钻进他那个笼子吗？把他打败。我的目标肯定是把他打败。呀，来呀，单挑！哇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om。那么今天我们来玩一张 Roblox 上面的恐怖地图。这张地图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。这张地图的名字叫做 The Man Mac。那么最近好像不是万圣节快到了吗？我估计也是万圣节快到了，这个作者推出了这张地图的一个升级的一个版本，没有错，就是有一个另外的游戏模式，名字叫做马戏团。可以看到，就是眼前的这个场景，应该是为了迎接万圣节的到来吧。那么大家如果喜欢这种 Roblox 上面的恐怖地图的话，不要忘记铲点赞，给我留下个三连。如果你没有三连的话，点赞、投币或者收藏都是 OK 的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游戏吧 ，Let's go。按 F 可以拿蜡烛。哦，来了，我要去看演出，对不对啊？哦，这个服务器质量太高了，但是我感觉我这个灯完全没有用哎，这边有旋转木马，转的那么快，你是要晕死谁啊？这种速度你会去做的？我们来这边看一下，这边好像有一些气球的样子。没有人呐、啊，这个蜡烛跟没有一样哎，它好像在这个盒子里面呢。Do not open， 但我现在也打不开这个吧。What the fuck， 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模型也没刷出来，我操！哦，开始了。哦，几个队友啊？一个，两个。Hello。哎呦，哇！Oh my! I wasn't expecting. 我们一共有三条命，我刚才看到了，好像那个纸上有写，我们需要打开七个那种这样的小丑盒子，对不对 ？OK. 这小丑好吓人。How about a little game of tag? 小丑太吓人了吧？你说什么废话？我根本不想听。OK. 我根本不想屌他。朋友们开始了，哎，人呢？怎么只有我们两个了？哎，哥，不会没人了吧？怎么？哎，等会，有，他们已经进去玩了，他们哦，是不要开灯吗？是不要开蜡烛是吗？所以我们是要找到那个八音盒不是吗？音乐盒，来，摸过去，兄弟们，小心！哦，这里有一个，原来如此，快开！来，三个一人开一个，哎呀，完美 ，OK 啦！好，往这边照！好，我又看到一个！好，两个兄弟们，快开，他来了。OK， 这里面可以躲吗？哦，可以蹲，哦，可以蹲这里，对不对？这里他肯定看不见了。现在开了几个？三个。这里有一个 ，OK。好，他去追其他人了，漂亮。现在这是第四个。好，我开了四个了，朋友们。我开了四个了。好，这里有一个。还差两个，对不对？五个。小心！他过来了 ！Oh no！ Oh no！ Oh no！ 救命啊！你救命！他们人呢？去那边了，漂亮！这是我的第六个。好 ，nice！
Hello， 我还差一个哎，我看了六个了，朋友们有几个人啊？现在一二三四四个，还差一个，还差一个，最后一个，跟他们交流一下，可以交流吗？哇，这怎么到这边来了？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兄弟们 ！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哦，在这里，妈的，这是好难哦，这好难哦，这个。我来了 ，nice。Hello, friends. Welcome to the greatest show of all time. For our first and final act, we will be playing a little game. 这模型也太卡了吧，朋友们，什么鬼啊？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魔法师，等一下，哎，躲一下 ，OK， 哦，这什么地方？木偶人，有几个人啊？哦，就我们俩了，哦，因为只有我们俩过了吗？还是怎么说？有血迹。冲啊！无所畏惧。啊！救命啊！往这走。哎。哦，不会也要过关了吧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六，哦哦哦！这关也太难了吧！完了，死路。对，啥也看不见，啥也看不见。别急，别急啊，别急。他应该不在底下。我梅花五，六张梅花五。这个能开？完了，他要来了。哎呦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什么还有四？哦，我懂了，第六号是梅花五。我操，我懂了，这么难玩啊！哇，我们要去找每一个房间，然后找到每一个数字，它是对应的几号位的，然后是张什么牌，然后把它依次写在这个上面。我操，这他这一个人能完成的？这得找朋友一起玩吧，这怎么玩啊？这个最后一条命我们试试看啊，看看能不能过。哇，这太难了吧。反正六号是梅花五，我们记住了。好的，朋友们，点赞过一千我就继续找朋友把张地图这个模式给他通关。那么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